有一村地道，千年大树，木观音，云海。说到这，相信大家都有联想到哪里了吧？那就是在泰国乌洞啦。原来从马来西亚雪隆自驾到泰国乌洞只需5小时而已。这一次我们就和大家分享怎么自驾到泰国乌洞吧。我们是从里利大道出发，之后接去 NKVE 大道，再接到南北大道往怡保方向。南北大道过了雪隆之后，一路北上都是没什么路灯，大道上一路黑漆漆。在大道上呢，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大卡车、摩托车是，还有就是飙车族啦。这一次很不幸的，在路途上看见了不该看见的意外，有摩托车是发生意外躺在路上，我们看见了有警察维持秩序，忐忑的心情。最终我们没停下来，选择继续旅程，继续往乌洞方向前进。过了没多久，我们就到了江沙出口。这时我们就进入了公路。出了南北大道之后，我们就跟着指示牌往格里方向走。段路虽然和普通郊区公路一样，没什么路灯照明，可是路况并没有什么坑洞，而且蛮直的一条路。过了格瑞之后，就会遇到非常多弯道。天也渐渐亮了，我们直接到了邦格拉呼路，国油油站加油和休息。休息足够之后，我们就继续路程。没多久，我们先会看见边境安全机构。再往前就会看见移民局，这时只需掏出全部乘客护照，让移民局检查护照。检查完毕之后，再继续往前就会看见警察。他们就会和你要驾照和车卡等文件，问些问题如哪里来、去哪里等等。再继续往前就到了泰国移民厅，这时就要找泊车位、下车盖护照、办理私家车许可证等等。办理了这些入境程序之后，我们就正式抵达泰国乌洞啦。